高高挂在蓝天中，民众不经意抬头一看，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慑住。可以看到呢，太阳是被一个巨大的七彩光圈所包围，看起来美翻了。民众呢看到是赶紧将珍贵的画面给捕捉下来。今天来办退休，遇到这个大自然的奇象，我也是感觉到蛮高兴的。很特别哦，很特别。今天早上屏东的日晕奇景让民众啧啧称奇，感觉呢就像一颗大大的眼球高挂天空，犹如上帝之眼。而这个现象，气象学者也表示，是因为这个大气中含有卷云，卷云里面有一些冰晶，太阳光经过冰晶的折射所产生的一个大气现象，在太阳旁边的就叫做日晕。而这奇特的大气现象呢，让看到的民众就像收到意外的礼物般，相当惊喜。